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亦即系九月嘅第一个星期二啊，九月三号，我哋嘅健康大数据。好啦，我哋今日喺电话嗰头咧，依然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赵博士啦。咁今日佢带俾我哋嘅话题，哇，就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啦。哇，手你哋每一日啊，都同呢样嘢接触嘅。咁究竟呢样嘢对于我哋健康有啲乜嘢标准啊？会唔会对我哋嘅健康产生啲乜嘢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啊，定还是 negative 的影响呢？嗱，今日的话题啊，就是樽装水啦，啊，亦都有人叫佢瓶装水、矿泉水、蒸馏水，总之点都好啦，就是方便我哋饮用的开盖即饮的一种啊，冇色冇味的啊，有啲水分。咁当你哋嗱呢啲真系我哋好熟悉啦，无论我哋系出去游浮啊，定还是去行下、散下步啊、打下波啊，出席啲活动啊，我哋成日都见到噶啦，吓、啊、到处都系。咁你走过任何一个 supermarket， 佢哋甚至都已经摆到出门口，摆埋出街添啦，已经啊，因为点解咧？占地方啊嘛，吓、啊、唔想攞室内太多地方，咪撇出街啦。因为又唔系好贵啊，啲人咧都唔会打佢主意。好啦，咁究竟呢一啲樽装水对我哋嘅生活系即叫做便利咗啦，系嘛？但佢对我哋嘅健康究竟有啲点样嘅数据发生呢？时间交俾赵博士。系啦 ，Rainy， 我哋今日咧讲开水咧，系因为其实不嬲都好多人有一个疑问，关于其实啊饮汽水咧，汽水都系水嚟噶啦，咁有咁多人飲汽水，又唔見佢有啲咩問題。咁所以未曾可以進入一個咁嘅 topic 咧，我首先要做一個 calibration， 即係一個調整啊。關於我哋究竟有冇用啱個角度？如果個角度係飲咗啲嘢落去咧，或者食咗某啲嘢落去，會唔會冇咗生命咧？會唔會即刻冇生命啦？定話長期內有啲？痛苦咧，呢個係要分得好清楚，即係話，好似我如果同你講話，無端白事多咗一百萬，跟住我唔講話一百萬乜嘢幣，我淨話一百萬嘅錢銀，多咗一百萬嘅錢銀，咁你會話開始諗緊咯，咁好正，但係如果我話係越南幣咧，越南幣咧只係值啊一。一百萬嘅越南幣只係值三百幾蚊港紙，啊，轉翻做美金即係四十蚊美金度，一百萬越南幣。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唔睇嗰個 quality 時候，佢都係錢嚟嘅。我相信喺越南都幾好用嘅，但係出咗越南咧，喺美國啊、香港咧就唔係咁好用啦。攞多一樣嘢出嚟咧嚟講咧，就係好多人就會食啲營養補充劑。希望緊咧可能會令到佢身體好，但係另外一種做法咧，如果我哋攞讀書嚟講咧，有啲學生佢讀書開頭係唔係好好嘅，咁咧屋企咧就可能會叫啲人去同佢補習啊，咁啊又嘗試去追翻上去嘅，咁但係始終都唔掂嘅，有啲睇到嘅，當然有啲又好喎，但係有啲唔掂嘅。直至到佢要揀去移民，当佢移民咗啦，唔知道做乜嘢，嗰、那个小朋友啊，好俾心机。咁究竟系移民咗去个地方，嗰、那个对手弱咗啦，定话可能个学生系好俾心机而家，因为知道有第二个 chance， 第二次，定话可能两样夹埋吓，啲嘢又易咗啲啊，可能。比起香港又易咗啲，但系移民过去咁就啊简单咗，再加上对方吓、啊、发现之前咧搞成咁嘅，以后都唔想再咁啦。咁你要睇个情况，同埋睇下自己喺边一度，先至好讲嗰样嘢系对你身体好定唔好。如果你身体已经系唔好嘅时候，
可能飲咗啲汽水，分分鐘咧啊，長期飲汽水有問題。但係如果調翻轉，你身體係好嘅啊，你可能飲多汽水啦，飲得多啦，都會變咗唔係咁好。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十零歲嘅飲汽水咧，未必睇到顯到出嚟短期性咧有啲咩問題。咁所以我哋進入去水質呢樣嘢咧，我哋就開始啊多嘢講啦。因為而家打咗個底啊嘛，就話哦，如果我想真係嚇調整好個身體，我可以食啲營養補充劑。但係如果我想徹底處理好佢時候，可能我要有啲細胞唔要得噶啦，佢根本俾補充劑都唔得噶啦，不如我哋去咗佢算啦。跟住咧，剩翻嗰啲咧，我哋俾啲好嘢佢食，咁咪變咗唔使用咁多資源咯。啲壞咗嗰啲由得佢走咯。咁其實喺邊一度用得最多咧？呢一個 concept 啊，就係我哋會喺種植嗰度，我哋發覺原來剪咗啲花，或者剪咗啲有摘咗啲果嘅，好多時候佢就會生多啲果。你會話唔係啊，我要留翻等佢大隻啲先至摘嘅，好大機會影響咗你其他會唔會有果食。可能成個 summer 啊，成個暑假都係得個少少，個收成可能好少，寧願種多幾棵啊，咁就反而有多啲。但係如果你硬係要等佢嗰下咧，去等隻大冬瓜咁樣咧，可能嗰個啲泥土又唔好啊，咁啊變成咗可能得咁少。但係另外嗰種刺激性就係話，我哋剪咗佢，我剪咗佢，刺激嗰個棵嘢生多啲。咁呢啲就係我哋身體裏邊咧有啲步驟可以做嘅。如果我哋食營養補充劑，但係原來有30% 嗰啲細胞咧唔係太好喎，啊咁咪一路陀衰曬喎，孭住個包袱搞唔掂喎。同咧，我哋可唔可以啊？不如我哋去緊啲嗰啲唔掂嗰啲啦，啊再嚟咗一次啦。咁所以水質就咁重要啦。我哋首先由水質咧講下啲魚先啦。其實魚咧要度佢個量度佢個水質咧，喺魚塘裏邊咧係要度下佢有幾多鐵質，有幾多銅，有幾多 nitrate， 因為佢去嗰啲魚嘅糞便咧係好多 nitrate 嘅啊，同埋 nitrate 有幾多氯素啦 ，chlorine 啦。就係佢嘅 total hardness， 因為佢有幾多其實幾多嘢溶解咗啲水裏邊啊，有幾鹼性 alkalinity， 同埋有幾多 carbonate， 因為 carbonate 咧係有好多時帶埋啲鈣咧，咁對啲魚嘅骨係好嘅。如果太低嘅 carbonate 咧又唔好，咁仲有就係 pH 啦。咁但係你諗下，魚我哋都會量度九樣嘢，我哋平時去飲水咧，有啲人飲水喉水，有啲人咧就飲啲樽裝水啦，有啲人咧喺屋企咧裝咗部水機。咁但係真真正正量度嘅時候咧，連嗰九樣嘢都冇睇，我哋人嚟嘅，所以我哋應該要更加小心啊。跟住我哋再翻去，乜唔係好多人飲汽水，汽水唔係好多糖分，跟住咧仲有啲顏色喺度。啊！而家仲好多唔同嘅顏色，跟住嗰啲人好多人飲啦。如果飲咗嗰啲有事，就唔俾買啦。所以我哋個定位，如果淨係睇有冇事咧，就好似睇啊有冇錢咧，唔睇係咩人民幣啊，定話係港紙啊，定係美金，定話係越南幣咧？我哋唔睇，淨係睇個數目啦。好多時候睇唔到。如果我哋淨係睇緊，咦，係真係解渴嘅喎？有，因為佢有水裏邊啊嘛，會解渴噶嘛。但係如果我哋身體有已經有傷害，已經有傷害嘅嘢啦，咁乜嘢係傷害咧？我哋老化咪一種傷害咯。因為我哋老化緊嘅時候咧，好多細胞咧應該走嗰陣時咧唔走噶，佢只不過個 function 冇咁好啫嘛。咁通常唔舒服咧會做咩啊？
開始睇下個身體啊，調整下個身體啊，一定係好正常嘅。但係好少人會知道就係、是，咦，有啲地方咧，我哋應該要令佢咧啊快啲走。有啲地方咧，我哋令佢慢啲走。嗱，頭髮唔可以做呢樣嘢嘅，因為頭髮咧，當佢一走嘅時候咧，佢都仲會繼續生，有啲唔生噶。但係有好多頭髮就喺度生啦，不過生條白色嘅出嚟。咁如果你話啊唔緊要，我有得嗰啲咧冇咁好啲，有得佢走，咁咪成頭都白髮咯。咁所以唔可以喺嗰度做啲咁嘅嘢嘅。個身體好得意嘅，有啲地方咧係有啲地方係可以調整，有啲地方唔識得調整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整壞佢。甚至如果我話包覆咧，有啲地方你話哦，我調整好一個嗰啲我啲水分，我知道要飲八杯水一日，但係唔睇係邊一種八杯嘅水咧，喺調整個過程裏邊咧會出問題，因為你只會可能嘥資源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喺個調整裏邊咧。我讲一种水咧，系大家都可能听过噶，叫电解水。电解咧，英文叫 electrolysis。咁未曾有运动饮品里面比较多啲啊嘛。有啲水机又系咁啦，有总之系人造水一种嚟嘅。另外一种水、人造水咧系distilled water 啦，就蒸馏水啦，都系人造嘅。啊，咁点解叫做人造水？因为那個自然咧係唔會做啲咁嘅嘢嘅，但係你如果經歷咗呢個新冠肺炎病毒咧，你會發現咗電解水咧，亦都可以攞嚟殺菌啊、噴嘢嘅。咁嗱，你諗下，我哋有一個節目，我同阿 Rainy 啊，或者我香港嗰邊都有講嘅，就係我哋人咧，我哋嘅身體咧，好多時候都需要啲益生菌嘅。因為我哋啲益生菌幫我哋吸收營養啦，我哋益生菌保護我哋嘅身體。因為如果太多唔好嘅菌喺個身體度咧，咁就有好多機會蛀牙啊，好多嗰啲腸胃又會有事啊，咁樣嘅。有啲人就會增肥，有啲人就會有好多病痛。總言之，我哋要有個好多好嘅菌，先至可以咧平衡翻自己嘅身體。好啦。如果我哋抌啲電解水，竟然可以殺咁多菌，你出去 Covid 之後就知道佢可以殺好多菌。咁咧，如果你飲咗落個身體裏邊咧，咁會發生咩事咧？咁咪好多嗰啲益生菌，我哋本身嘅身體益生菌咪去曬咯。咁會點樣？係啦，咁會點咧？咁會發覺，咦，個吸收唔係咁好啊，個人好攰啊，點解成日都咁攰嘅？休息完又咁攰嘅咧？冇問題。我哋用啲電解水嚟整啲咖啡嚟飲，因為橫掂有部有電解水機啊嘛喺度，咁我哋咪飲啲咖啡，咁真係會多咗啲，好似多咗啲力量咁樣，因為有咖啡因係會令人多啲精神，但係唔係長期嘅精神，係短暫嘅精神喎。咁即係好似你如果有身體有啲，譬如炒咗車，有啲嘢整親咗。你去急症室是攞嚟睇下有冇嚴重嘅問題啊，會唔會有好嚴重嘅問題？咁佢唔會同你睇下其他問題，淨係睇下嚴重成點樣。如果嚴重到咧，係要急症室處理，咁啊急症室處理，你唔可以攞個 extreme case， 即係好似我話咖啡因加電解水呢、這個 combination 好特別啊，但係有喺出邊嘅。咁幾時先得到數據咧？大數據咧，就係當好多人做同一樣嘢啦。如果好多人做同一樣嘢咧，我哋先會有大數據。但係多咗啲大數據咧，就爭咁一樣嘢喎，就係其實係代表啲乜嘢嘢。咁就要叫做唔係成大數據，仲要睇埋啲 data analytics， 即係要研究嗰啲數據咧，究竟代表乜嘢？咁我哋開始明白呢樣嘢咧，我哋就話。其實咧，飲汽水都唔會即刻傷身體。好多人飲緊汽水，飲電解水都唔一定會即刻傷。因為其實個身體好犀利嘅，個身體咧係可以咧。如果講死同生呢樣嘢咧，個身體做好多樣嘢都唔死得嘅。所以咧，好多人就話冇嘢啊，食煙又唔會唔使死噶。
啊，飲汽水都唔使死，你攞死嚟定，咁咪就係一個錯嘅定位咯。如果你講緊長命同短命嚟定咧，咁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要等好耐先知個結果啊嘛。咁我哋今日咧，因為仲有三節啦，我哋就會去針對咧水而家出咗一個問題，而呢個問題咧係咧因為我哋不嬲都冇介意過佢點嘅，1940几年開始出產噶啦，咁咧佢咧可以防啲嘢黐上上邊啊，咁我哋就人類咧就攞咗佢嚟做防黐底嘅鑊啊，亦都攞咗佢嚟做啲譬如啲汽車咧，你坐喺後邊，啲小朋友倒咗啲汁啊果汁上去上邊咧，佢都唔會黐上上邊嘅。仲有啲地氈咧，又噴咗黐咗佢落去啦，咁佢又唔會黐上上邊。咁開始咧就出咗個問題啦，就係今時今日咧，好多國家都揾到喺佢啲水源裏邊。好，麻烦赵博士稍微 hold 住，我哋去一去广告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由呢度开始讲起，究竟个水里边发生啲乜嘢问题？如果你仲未去过三藩市老少咸宜嘅国家公园 Presidio， 请接受我哋嘅邀请，带上你中意嘅酱料嚟呢度烧烤，欣赏金门大桥嘅景色，探索 Presidio 隧道顶部公园。呢度有数英里长嘅跑步径、沙滩、餐车、社区活动、博物馆。仲有更多更多嘅地方等你嚟探索，请浏览 presidio.gov 查询免费活动，规划呢次访问行程。阿 Joyce， 喂，乜你睇落咁攰咁啊？哎呀，铺床褥咯，硬系唔啱 key， 瞓到我腰酸背痛，我真系受罪啊！去 K&M 力格床垫专卖店拣翻都啱噶啦，佢哋有各种嘅尺寸，唔同软硬度选择，梗系试到啱先买。佢哋嘅椰棕硬床垫同其他牌子啊，喺硬度上系有明显嘅区别噶。咁我即刻要去力格床褥试试先。K&M 力格床褥专卖喺三藩市362号 Bayshore Boulevard， 电话415-550-7890，415-550-7890啊！潇洒哥同你追求旅游本质，享受旅游真正乐趣。10月9号出发，玩转广东大湾区豪华12天美食之旅，喺柯畔廊住宿享受一流，3388元一日四餐，包括特色地道美食。11月24号出发，团费4199，陪大家玩尽泰北、清迈、清莱、柬埔寨13天，团费包括国际机票、交通安排、5星级酒店、行程内门票、旅游保险、柬埔寨签证，请订健民旅游415-391-8981，三藩市华埠658 Jackson 街。你有冇听过乜嘢系暗网嘛？听过，电视成日都话喺地下网络啊嘛。咁你又有冇听过星网呢？星网？冇错，令你进入星空般璀璨、视听资讯一体化嘅星岛中文电台网络世界。2024年1月1号开始进入新纪元。咁犀利，点连入星网噶？暗网就难入啫，星网人人都可以连线，人人都可以进入，只要你拥有一部手机。一部电脑或者一部星岛 WiFi 收音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星岛为你打造嘅视听资讯一体化嘅星网元宇宙。正喎，摆脱 AM 嘅枷锁，告别单星岛播放，含全新嘅直播节目，只有星岛网上先可以收听。加下载星电视手机 App， 或者购买星岛中文电台 WiFi 收音机，仲有一系列嘅奖金同奖品等紧你啊！详情请致电650-808-8888，650-808-8888。嘉义片角精彩门分，交通灯号专用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好，我哋继续翻嚟啊，听赵博士讲讲，究竟咁多个国家喺水质当中发现啲乜嘢问题咧？佢哋发现咗嗱，我因为我个 host 咧，香港嗰边咧，佢会同我讲呢啲中文字，我 send 咗俾你 WhatsApp 噶啦。咁其实呢只嘢咧就叫做perfluoroalkyl substance， 咁就 PFAS， 系一种我哋人製造嘅物料嚟嘅，咁係1940几年咧已經喺啲工廠啊、工廠業裏邊用，跟住咧之後發現佢喺食物包裝啊、做皮嘅袋啊、好多出邊要用嘅衣著咧，有時你會話出邊嘅衣著可以用好耐嘅，著好耐嘅，因為佢會唔使成日洗嘅啊，譬如嗰啲呢一種物質咧。
中文咧就叫做全佛身丸黄酸，系一种酸性物质嚟。嗯，冇错。咁佢咧就系、是、诶，譬如啲你平时啲 wax 咧摆上去，譬如、滑雪啊，譬如啊啲车咧，你会见到啊，我唔想佢。啲雨水咧黐得一粒粒珠，咁我哋可以整到再珠啲，一揸嘅時候會飛咁樣，咁啊唔使用個撥咁多，好多呢啲咧都全部係呢啲類嘢嚟嘅，呢啲唔黐底鑊啊，同埋啲地氈都係，咁變成咗啊，我哋發現咗咧吸咗落去喺個空氣度，同埋喺啲水裏邊咧 PFAS 咧，而家已經係喺曬水度啊！咁你話哇，1940几年已經出現，點解我哋點解我要等咗咁耐？等咗咁耐，差唔多80几年咧，先至開始而家講話有問題。咁點解咪就係因為大家冇諗住第一做研究咧，係要有人出錢先得嘅。咁做 PFAS 嗰邊咧，係唔會出錢去研究。你覺得 PFAS 有冇問題啊？你話係咪啊 ，Rainy？ 啊，點解做出版出嗰樣嘢，點會講話？不如睇下有冇問題啊？係咪啊？嗯，佢就靠嗰樣嘢揾錢食飯嘅。你叫佢自己抌爛自己個飯碗都冇乜可能嘅。係啦，咁點解會揾到佢有問題咧？哇！這個緊要，因為咧發現咧好多人，無論佢點樣減佢啲食物咧，佢啲膽固醇都會加高。咁而佢哋揾到 PFAS 咧，同咧膽固醇加高咧係有條 link 喺度嘅。咁係因為做緊膽固醇嗰啲研究嗰啲人咧，揾到呢只成分會影響佢。仲有肝酵素又係會俾 PFAS 影響咗嘅，荷爾蒙影響嘅咧。又會影響到有啲人咧，佢哋無端白事，佢哋會覺得自己啊，都唔係好男仔。我諗我係女仔嚟嘅，但佢 genetically 明明係男喎，即係佢會有啲 hormonal disruption， 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咗。咁嗰啲人又揾到，跟住仲有啲咩人揾到咧？就係、是。連個 FDA 喺2024今年2月嘅話，所有做 grease proofing 嗰啲嘢，即係噴落去咧，唔等佢唔黐落去咧，都唔可以再買啦。一有 PFAS， 所以係好多唔同嘅 group 咧，一次過揾到呢個問題，但係就等咗80年先揾到。咁呢80年嚟，其實生產呢樣物質，即係呢種酸性物質咧，其實一路係有一個標準嘅，只不過係用喺包裝上邊，仲未發現佢對人體嘅危害呢條 link 啫。只不過係因為呢條 link， 我哋係用咗80年先嚟發現嘅，係咪咁嘅意思啊，博士？啊，嗱，佢好正，佢先會用咗咁多地方咯。第一話煮飯，你諗下煮喺個鍋度煎嘢，佢、一定提供咗好多方便俾我哋啦。哇，方便咯，因為你諗下，你煎塊牛扒、煎塊豬扒，你煎任何嘢，炒菜煲啲飯，嗰個飯煲，如果能夠可以煲完咗之後咧，啲飯唔黐落去，黐底，係啦，哇，咁啊唔係個個中意食飯焦噶嘛，跟住咧咁咧唔黐底咯，咁個個都覺得慳喎嚇，係啦。哇！煮幾多可以食得曬咯？係啦係啦，咁啊梗係好啊！哎呀，但原來掛得花嘅喎，掛得花嘅喎，咁當然啦，即係你要俾好多人用，你先知道原來花得嘅，即係佢係 coating 嚟嘅，咁啊花得，咁啊佢係一種塗層嚟嘅，係啦係啦，冇錯啊，塗咗喺嗰個 metal 上邊嘅，係啦，塗咗喺嗰重金屬上邊，等於好似我哋平時嘅油嘅嗰啲油漆一樣，係啦。啊，其實佢有擺落啲油裏邊嘅，只不過我哋啱講嗰樣嘢，我哋就講下，即係當佢喺個鍋裏邊，跟住啲人用鑊鏟喎，而個鑊真係鐵嘅喎，咁啊刮下刮下刮下，初冇嘢對，係啦，一花起上嚟咧，即係除咗花咧，咁啊咩嚟嘅咧？咁啊攞個鐵砂網咧，嗰啲嚟又係啦，擦擦之後甩多啲喎，跟住唔緊要，啲用得唔好嘥嗱。
我哋係由細長大咧，就係記得哇，好折墮啫！如果你抌，樣樣都抌，咁啊，梗係用得唔好曬啦。用呢個 concept 啊，用得唔好曬個煲啊，煲湯嘅煲喎，因為呢啲咧通常唔黐底嘅咧，佢有啲係慢煮啊，啲電爐啊、打邊爐，乜都落呢只 coating 落去咧，跟住咧啲人就買啦，咁啊買啦，咁去餐廳又用啦，咁就開始。你要好多人用，跟住開始先，你諗下前線嘅醫生睇到啲問題又報告話呢個人又膽固醇高，那個人膽固醇高，咁啊開始咧就報入去裏邊咧，跟住又報肝酵素高喎，荷爾蒙嘅 disruption， 荷爾蒙 disruption 去到咩程度，我哋會開始注意咧，就係當好多好多小朋友開始，即係如果令到成個制度都會轉變。就是男廁而家可以女廁入嘅，女仔個女廁可以男仔入嘅。即係如果能夠變到係咁，咁開始話冇理由咁多喎。即係當然永遠都有啲嘅，但係會唔會係啲 chemical 太犀利咧？咁咁啱你訪問緊我，你喺加州噶嘛？咁你加州可能就見到一個叫 Proposition 65咧，就要擺喺啲好多產品度寫住話，如果會令你有 cancer 啦，要講聲俾你聽嘅。有冇见过啲咁嘅嘢喺啲包装度？有系啦，有可能引致 cancer 系啦，可能引致啦。咁问题咧，咁你买唔买咧？嗱，初见到咧系吓亲嘅，但系当你呢度又见到，嗰度又见到，连啲 HiFi 买翻嚟屋企咧，或者啲乜嘢咧，总之好多嘢用途咧，嗰啲油漆有啲嘢咧，佢都写住呢样嘢，你就开始有少少话，应该冇乜嘢嘅，买啦。咁啊咁樣喎，咁所以咧而家變咗唔係好有效添，擺個咁嘅 label 喺上面，因為大家唔知係乜嘢，同埋啊邊一樣嘢，好多樣嘢都可以能夠喺 Proposition 65嗰個系列裏邊噶嘛，咁你可以睇下，咁但係 PFAS 係其中一樣嘢，咁而呢樣嘢咧係點解咁犀利？因為佢係屬於 forever chemical， 係冇辦法化解到嘅，食咗落去就留喺裏邊噶啦，係啦。是啦，不能降解啦。是啦，咁而家流咗落啲泥土度啊，啲水同埋啲空气里边，咁所以水质咧重唔重要啊？你可以话好重要，但系可以同一时间讲话，啲人仲饮紧汽水嘅，应该觉得一啲都问题都冇嘅，佢唔会谂呢啲嘢。咁啊讲下佢个身体个问题话，除咗个肝酵素会高，咁肝酵素高啊。高高下就變咗 liver damage 就會壞噶，啊，另外荷爾蒙咧高咧，亦都可以影響到個甲狀腺咧會變成有病噶。咁如果咧嗰、那個身體咧嗰、那個嗰啲其他酵素咧都影響到，咁就會有 obesity 就係增肥啦。咁如果再影響埋另外啲荷爾蒙咧，就可能影響到生唔生到小朋友，生個過程好唔好，同埋當然仲有 cancer 啦。咁所以。呢啲 forever chemical 已經係證實咗喺好多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個嚴重性。有啲國家就會講話，我哋暫時都唔可以宣布我哋啲水喉水有幾多喺裏邊。有啲國家就當然有宣布啦，咁就會亂嘅，因為當你發現咗咧，唔同嘅政府講唔同嘅嘢，跟住然之後咧，你又希望緊交咗咁多税咧，政府會照顧你，跟住發覺呢樣嘢咧，原來留咗喺個世上度，由1940几年喎，1940几年嗰年咁嗰段時間到而家，越用越多，咁所以吸塵咧係重要啊，但係如果你吸喺個地氈，而個地氈嗰啲嘢又吸翻噴翻上嚟咧，喺屋企裏邊啊相當犀利，所以。最好不要用那麼多地氈。好，唔該曬趙博士，稍事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一齊健康大數據。健康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現正收聽嘅係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你要處理舊車？或者捐赠汽车，一起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请联络三藩市总医院 APA 亚瑞交援服务处，电话415-616-9797。心脑血管素，健康又长寿。心脑血管素通血管、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及血管阻塞，
提升心脏大脑血液循环，有效改善胸闷气短、头晕、手震、四肢麻木等症状，防止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发生。心脑血管素全天然，无副作用，早晚一粒，保障我们中老年人健康又长寿。一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方便快捷，即刻拨打415-990-4468 990-4468。办理购屋正值重新贷款、投资贷款及不查收入贷款，联络万通贷款 Micky 林小姐，服务湾区多年的房地产贷款专家，经验丰富，诚实可靠。 Micky 林小姐，415-609-3003 415-609-3003。永久居所福山宝地 Sammato 白陵园是湾区景色最宜人、风水最佳的福地选择，精心万全准备，锁定福地和殡葬服务的价位，土葬或火化服务预购一条龙服务优惠和分期付款计划，土葬福地由每月88元起，分期长达60个月，请一番白陵园华语服务顾问未雨绸缪，复杂子孙请电888-339-2888 中美签证服务中心专业办理一切有关美国护照赴中国签证的一条龙服务，和中国护照更新以及一切文件验证、委托书和生存证的办理。本公司本着专业诚恳的态度为侨胞服务，星岛访客中心代理，中美签证公司承办，地址三藩市625号 Kearny 街，咨询电话415-282-6888。嘉义片角精彩满分，交通灯号转换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好，翻翻嚟第三节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有请赵博士。啊 ，Rainy， 我即系呢一个 topic 咧，因为水咧真系有汽水存在啊嘛，咁所以咧，你话点解我哋即系好似好偏講，譬如水的健康洗不洗啊？我喝了汽水咁多年都冇嘢啦，咁所以汽水咧係一個好好嘅 topic， 一個入位咧去講話，其實點解咁多人會寧願飲汽水都唔飲水呢？第一係水好多時唔及汽水嘅味道。唔及汽水个甜度，因为糖分带来快乐啊，冇错啦。咁仲有咧，汽水咧有人 market 佢，哇！你知唔知使几多钱 marketing？ 系讲紧亿声咧，喺嗰、那个系 marketing。但系咧，但系嗰个水咧系冇人同佢 market 嘅啊。仲有第三样嘢咧，就系、是、糖分同埋咖啡因咧，两个都系有上瘾程度嘅。咁當然佢唔係，係啦，有依賴性，咁所以變咗，你諗下，我冇一轉咗由汽水轉做咖啡啦，點解咁多人飲咖啡咧？因為咖啡都有上癮程度，咁好啦，咁然後啦，如果咖啡加糖不得了添啦，咁然後啦，仲有第四樣嘢就係個 cultural habits， 就係有啲地方咧覺得咧慶祝時候咧係要飲汽水嘅，去遊樂場咧。海洋公園咁樣要飲汽水，海洋公園甚至係會有埋汽水嘅添，咁所以賣汽水，佢基本主打同汽水一齊去行嘅。仲有貴過出邊好多添，係啦，冇錯。咁我講緊海洋公園，講緊美國個海洋公園，香港個我唔清楚佢係咪有汽水啦，但係可能香港嘅朋友可以講翻。但係美國海洋公園叫 Sea World 啦。咁仲有就係 misperception 啦，就係、是。啲人覺得飲咗汽水咧，有氣嘅水咧，係會解渴啲嘅。咁所以佢有咁，仲有第六樣嘢就係 lack of education， 佢根本就唔識，佢唔知道咧汽水如果夾埋其他嘢，特別老化啊，一夾汽水一加咗老化咧，咁就會有 obesity 啦，會有糖尿啦，會甚至有牙嘅問題啊，蛀牙嘅問題，呢個係好肯定。已經證實了，但係都仲係好多人飲，所以你話 PFAS 頭先咁毒嘅嘢，點解會咁多毒㗎？啲水裏邊轉翻過去嗰邊咯，就係話你知唔知幾多人用緊地氈啊？雖然地氈係有咁嘅問題，雖然 PFAS 會傷在你身體，但係第一未有人知啦，第二但唔係好多人知啦，除非聽呢個節目，除非追健康，哇想追擊健康去下一個高層，就唔想成日有呢啲
隱藏了一些病在那裡，將來有問題不想這樣，才會想學識這些問題。然後如果我們說，既然這麼多人都不介意喝汽水，亦都很多人不介意吃人養魚，那人養魚呢，有沒有 PFAS 在裡面呢？他們就發現了魚糧呢都是有不健康的東西，甚至有 PFAS。 但是魚糧呢，如果是養魚那些拿去賣的，很多人都不吃那些魚皮的，魚的皮呢都是一隻顏色的，銀色的，煮完了就皮就皮就皮，分分鐘就煎了，煎香了層皮看不出。但是到了我的研究，關於一些叫鈣的魚呢，錦鯉呢，很多的食物呢喂給啲錦鯉是要喂得很漂亮的質素，等它可以顯到顏色，因為顏色就會定到它其中一個顏色是定價錢的。所以那些人養這些鈣 fish 就會很小心給什麼營養它的。哇，跟我們平時養的魚買去吃，你在餐廳吃，買回家吃，完全是沒有。那 在大自然呢，那些野生魚會怎樣呢？它會懂得選擇的嘛，它身體扯著扯著它，叫它去吃下這些海草，吃下那些東西，讓它可以叫做平衡了身體的需要。可能它未必知道的，但是在味道啊、味覺啊裡面呢，就懂得找這些東西。但是困住了在個魚缸裡面呢，是不懂得找的，因為只是靠它的養它的那個機構給東西它吃。佢見肚餓噶嘛，咁所以食咪食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製造咗叫做一個 environmental system 喺裏邊。譬如我哋知道咧，揾錢咧，如果係做啲唔啱嘅嘢咧，譬如會影響環境啊，唔應該做啲嘢，呃人啊，唔啱唔好咁樣。跟住咧，仲有就係如果令到人上癮啊。譬如賭錢啊，令佢上癮啊，咁呢啲但係令到你賺錢嘅，開賭場啊，開賭啊，開做毒啊，呢啲係唔啱嘅。我知道咧係呃神騙寡又係唔啱，我知呢啲嘢嘅，但係都有人做喎，有人做喎，雖然係唔啱，都會有人做。咁我哋講啲冇咁嚴重嘅問題啦，就係 surge pricing， 明明咧平時一個價錢嘅，但係當咧譬如打風打雨啊，急需啊，咁咧嗰啲價錢一有人需要的時候咧，我哋就加價 ，surge pricing。香港都試過噶，啲維他命 C 啊嗰時咧，新冠肺炎病毒咁，佢就會令到啲價錢高咗。第二就係 fast fashion， 叫啲後生嘅咧，而家興呢種著法，所以咧我哋咧就我哋大量出產呢樣嘢，咁然後賣完就算啦。咁樣有呢個第二就 fast fashion， 唔係個個都明白呢個係唔啱嘅。第三就係針對性叫 targeted 嘅 advertising， 知道嗰班人咧佢係受影響嘅咧，咁我哋就去影響佢哋。咁你睇唔睇到咧？仲有第四咧，就係 freemium 嘅 model， 就係送嘢俾你，送完之後咧後邊咧就做翻啲嘢啦。咁你睇到呢啲咪就係我哋人類咧，成日會做啲嘢出嚟喺個環境度，令到社會會難咗，會辛苦咗。但係唔係個個都介意，咁所以我哋就會繼續。其實你當錢咧，唔好係個目標，你當錢係個工具，你就會開始明白，如果我哋每個人都有工具嘅，不過有啲人多，有啲人少，但係呢個工具咧係我哋好似去投票咁嘅啫。我哋所有人咧，如果唔學識去投啲健康嘅嘢，唔一定健康食品或者用品，係健康喺嗰個生意角度，令到個市場係健康嘅。我哋一係唔做呢樣嘢咧，我哋就會繼續製造啲好似 PFAS 嘅咁得人驚嘅嘢，跟住我哋就坐喺度等喎，等下幾時有人研究到呢個問題啊？咁就係我哋要，我就係個 call to action， 叫大家，你聽到啲咁恐怖嘅嘢，關於我哋啲水源咧，咁你就以後就唔好去支持呢種咁嘅機構啊，支持啲好嘅，咁就個社會就會更加好啦。好，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事一阵，稍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最后一节。
喂，阿親，冇見一排，望落去後生咗喎，食咗仙丹啊？邊使仙丹啊？我食咗三和南海洋醇 MMN， 日日精神爽利，翻成日工都唔會攰，晚晚應酬都冇問題啦。咁我都想試下喎、除咗去 MIT 2003.com 網購之外，心融藥行都買到三和南海洋醇 MMN， 或者打灣區免費電話1877408-1864查詢啦。理想生活要多点颜色，无论任何颜色、材料、价格，红莲都可以帮你。顾客可游览我哋嘅网站 dinsihomedecor.com， 预约喺店内或网上体验属于你嘅免费 3D 厨房设计服务，再配埋我哋代理各国名牌厨房浴室家居产品，舒适生活由此起。欢迎光临屋邻，南沙磐市 Santa Clara 湾区四间分店，专业团队为你服务。红莲家居建材，为美满家居添色彩。如果你最近失去或者即将失去 Medi-Cal 加州白卡，请立即与 CCHP 同埋 Balance 联络啦，我哋可以帮你申请财务援助，再次获得健康保险。请立即致电415-869-6812 415-869-6812。最近息口有调整，要申请房屋贷款或者 refinance， 一定要拣个有经验嘅贷款经纪。万通贷款 Angie Lam 诚实可靠，多年经验，事事为客人着想，找 Angie 倾下啦。电话415-335-8707 415-335-8707。在劣质资讯充斥网络的世代，我们坚持理性与客观，有你的热心赞助可保证我们的持续运作。欢迎你成为星电视会员，或者请我们喝杯茶 buymecoffee.com/singtelusa。 只要你成为会员，即可参与每月一次的会员线上聚会，可提出问题与梁总同其他时事评论员一起讨论。赞助$180即可成为会员，送你星岛中文电台新海针装饰及星岛限量版纪念 polo shirt 一件。赞助$100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岛特别订制的精致实用小礼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elusa。SCB 是属于大家的平台。加二听觉，精彩满分。交通灯号，转换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好，翻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将时间交俾赵博士。阿 Rainy， 我仲有一个钟头就要出差啦，我要揸去华，系、啊我要揸去华盛顿 DC 咁咧就揸过去，揸过去，系揸过去，唔系好远啫，五个钟头。OK， 你而家已经喺东岸噶啦，系嘛？我喺东岸，不过我就要嗱，好、多人都见到我咧，系上个礼拜咧有一个富豪，佢啊出咗只机俾我咧，咁就令到我可以平时咧每个地方都要揸成几个钟头去咧，但我喺三个钟头内可以去晒三个唔同嘅地方，纽约州啊、新泽西州同埋康州咧，开咗个会喺、三个钟头内开到会。咁今次咧就去 D.C. 度又要開個會，不過今次我揸佢啦。咁就點解會啊？點解我哋而家個社會咧，因為特別大數據呢個節目都係講大數據，點解我哋會有？點解啲大數據開始揾到咁多樣嘢？但係當啲數據咁多嘅時候，大家亂起上嚟，因為好似我話啦，你可以一片綠草，你可以繼續俾營養佢。跟住啲草啊，依靠住你啲營養，佢先會 keep 住綠色。或者你可以咧擺啲農藥落去，令到嗰啲唔係綠色嘅嘢咧唔會生喺度。第二種手法啦，第三種手法係有得啲綠色嘅草咧，去變成咗唔綠嘅，跟住你唔淋水，但係有啲草始終都係會綠色咧，你就 keep 住嗰啲草，跟住咧。繼續去養越嚟越多呢一種可以喝得到嘅又係綠色嘅草，咁咧咁又唔使用咁多農藥啦，又唔使下下要淋咁多水先綠色喎。咁呢啲就係嗰個角度同埋個處理嗰個 strategy 方法啦。如果我哋下下淨係俾營養劑咧落去嗰個情況裏邊咧，係有係得啊，當然得啦。咁但係會有咗個依賴性。但是如果你能够呢叫做 labeling 呢，令到某啲細胞知道嗰啲營養係俾佢嘅。而呢佢呢攞咗啲樣嘢呢要還返，即係要做嘢嘅。佢唔可以呢收完呢啲營養之後呢乜都唔做。
咁啊偷懶，又其他細胞唔可以攞咗嗰啲營養嚟自己用，因為有 labeling 有寫名嘅，係俾某種細胞。你話爭幾遠咧？所以如果我哋人嘅身體可以 buy us time， 即係叫做咧啊，叫做。等等得即系慢慢等啊，叫做养住好个身体，慢慢等啦。好多正嘢嚟紧嘅，好多噶。因为而家开始发现咗咧，就系、好多，譬如好多药咧，我哋平时用开嗰啲咧，上去太空嗰啲落翻嚟嗰啲咧，因为而家多咗人上太空啦，发现咗嗰啲药唔啱佢用嘅。咁唔系净系嗰个病者话唔啱用，系嗰、那个系佢嘅医生话俾佢听，嗰啲唔用得而。上得太空那些他們的醫生就不是一般的醫生了。另外也有就是運動員發現了他們用開我們 平常人用那些，他們康復都不夠快，不夠好，不夠全面。那些數據又入了去，入了多有成二三十年了，入了裡面就發現了這些藥呢又不夠快又不夠全面，又出了一些 data 出來，這些數據出來了。如果越来越多啲数据咧，咁就嚟个调整咯，就买一政府嗱，有啲政府系包埋保险嘅，咁佢哋会话：哇，乜搞成咁噶？原来我一路俾紧钱咧，呢啲嘢咧，原来又唔全面，又唔得长久噶。啊，你我唔再包啲，你有冇其他嗰啲啊？我原来有啲咧会口干，口干咧又有问题，啲牙会蛀，我又唔包呢啲，我想要换下佢。越嚟越多政府咧开始聪明咗，因为佢个负荷大啊嘛，咁咧。你只要等多二三十年啦，哇，好多正嘢走出嚟，好多好多正嘢啫。所以我哋要调整个身体，就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唔系好多好嘢，但系嚟紧咧会好多正嘢。所以你要努力。大家听到呢个节目咧，要努力就系、是、啊，可以避得就避啊。你谂下以前咧得化疗同电疗嘅啫，有癌症就，但系之后有标靶药喎。咁啊準咗好多，但係標靶藥唔係個個都得喎。咁因為呢一個初步啲標靶藥係咁噶嘛，但係之後嗰啲咧又會好啲，因為我哋人就係咁噶嘛。有陣時係行前一步，褪後三步嘅。咁啊，褪後三步你可唔可搞成咁啊？唔緊要，我哋又再行前一步，又可能今次褪後兩步，褪後咁上下咧，咁然後咧。我哋就向前啦，所以美國係一個好特別嘅國家，因為咧佢雖然輸，因為佢唔係最長命啊，但係咧佢係乜嘢咧？佢係唔輸蝕投資落去咧，繼續試啊，繼續願意去繼續搏落去，去搏到咧有日咧可能咧啊有佢可能搏六七十個 percent 嘅人咧可以活到160歲嘅，嗱呢個值得搏啊！搏唔搏到咧？暫時梗係搏唔到啦，俾人笑添啦。但係佢願意繼續搏，繼續投資落去。所以呢個今次呢個節目，我留住呢一個 concept 嘅。點解我要去 DC 嗰度咧？因為有啲人就中意我咁樣去研究呢啲嘢咧。佢話我哋美國就係需要呢種精神，所以今次叫我去嗰度啦。OK， 好咁啊，我哋等於要同研究學家咧。啊！我哋啲科學家咧要鬥下長命先得，等佢哋。若果我哋可以捱到嚇，佢哋研發到更好嘅令到人長壽嘅方法或者藥物咧，咁我哋就嚇、啊、就都話啦，有正嘢喺後邊等緊啊嘛。OK， 好咁啊，唔該曬趙博士，咁你等間要慢慢揸車啦，注意安全。OK， 係啊，冇嘢啦，冇嘢啦。嗯，好，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打电话俾你向你请教。嗯，下个星期再见，拜拜。OK， 一路平安，赵博士，下星期见。多谢，拜拜，拜拜，拜拜。